其实它马辛海一开始只是一片海域，那过去的高雄港也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它一开始大多是细湖，然后有非常多的淤泥及淤土。那当时日本政府来台的时候，它要发展铁路，然后纵贯线铁路以及整个高雄港，那他发现说船只它其实是开不太进来，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也要便于我们货物的一个输出，就开始进行一个筑港计划，那把高雄港的这淤泥淤土呢挖起来之后填补到哪边，就填补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哈马星的这个地区。其实哈马星就是因为这样子形成，所以它其实是一块海埔的新生地。那当它填补起来之后呢，也就逐渐的开始发展出它的铁路啊，然后以及它的一些市街，然后整个经济就也是利用我们的高雄港站所带动起来。我们现在所说的高雄港站，它的第一代打狗临时停车场并不是在它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而是在现在的古山一路87巷的对面那个地方才是它的第一代的临时停车场。那刚说到它有去做这个海埔新生地填海造陆这个动作，当它填海造陆完成之后呢，我们的打狗临时停车场就移到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高雄港站的位置。那因为高雄港站后来它在2008年的时候拆撤掉，所以就是现在的打狗铁道故事馆。哈马星这个名字跟铁道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高雄港站它建造完成之后，当时日本政府又往南拉出了铁路线，叫做滨线。那条滨线呢，它的日文发音叫哈马线。那久而久之呢，当地的居民就把哈马星这一块突然多出来的这个海埔新生地，以这个滨线的音译哈马线哈马线念久变成了哈马星哈马星来命名。其实哈马星的范围呢，就是目前的古山一路，然后临海新路以及滨海二路、滨海三路所环绕起来的这一块范围，那也就是过去日治时期所称的山下町，然后新兵町，然后我们的臭町的这个部分。其实铁道它串联起的产业是非常多方位，像是在高雄的部分，它串联的是有工业，然后渔业以及商业，还有我们的农业。那其中最著名就是我们的农业部分，例如说有我们的糖的一个出口，以及稻米、谷类，那还有我们的香蕉。所以在我们这个哈马星这一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码头，就叫做香蕉码头，就是过去我们香蕉的一个集运地。滨线它当时发展起来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像刚刚所提到的产业的铁道，例如说糖铁，然后是盐铁也都发展起来。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铁，就是我们的高雄临港线。高雄临港线呢，它主要就是做这个货物的运输。那当时这条临港线它是环绕高雄市，那这条铁路呢，它也带动了高雄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新台湾铁道馆的位置就位于在博尔的蓬莱仓库群，而过去的这些仓库呢，它中间其实是有铁道去做穿梭，主要就是去运载我们的货运。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些仓库在过去也用来储放我们的糖，所以在我们的仓库上方都会印着台糖的字样。那主要是我们把我们的铁道馆是特别设立在这个位置，就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它跟我们的铁道历史以及哈马星的历史都有非常浓厚的这个情谊。我们从高雄的哈马星出发，但是我们把我们的铁道延伸到台湾的百年的铁道历史，所以在我们展区内呢，所以看到不是只有高雄地区，而是整个台湾。
们馆内的话会分成第一展区与第二展区。那在第一展区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设立的一些互动式的一个设置，然后可以让大小朋友啊来到这边都可以很简单轻易的去了解到我们整个铁路运输的一个过程。像是在我们馆内会有一些主要是模拟驾驶室，可以让民众来这边体验说，开火车的乐趣，然后当个一日的小小列车长。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打造了一辆哈马星号这个蒸汽车的模型，然后来模拟蒸汽车运作的一个过程。哈马星博尔线是非常多民众来到这边热爱的一个项目。那为什么我们会设立这个哈马星的博尔线？它这个小火车它是1:8.4这样子的缩时比例去缩小去制作。那这个火车会穿梭在我们的蓬莱仓库群，原因也是像我刚刚所提到，我们过去这些仓库是中间是有铁道去做穿梭，然后为了让我们的民众来这边可以回味，就是过去原来货物在仓库中运输是这样子的过程。那一方面也可以就是欣赏到整个蓬莱区以及铁道园区的一个风景。现在的哈马星在百年前其实是一片海域，日治时期日本当局为了要疏浚高雄港的航道，顺便把捞起来的淤泥填海造陆，才形成现在的哈马星。哈马星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日本当局建立了两条滨海铁路，分别通往山港、渔港和鱼市场，其中的滨线日语称为哈马线，当地居民用台湾话称之为哈马星，哈马星与铁道自此密不可分。当时设立的打狗停车场，也就是现今已经退役的高雄港车站，是日治时期纵贯铁道的终点。在当时，哈马星不但是高雄政治经济的中心，更是高雄港现代化发展的起源地，商业兴盛，灌溉云集，是日治时期的高雄最繁荣的地区。这边是我们第一展区以及第二展区中所串联的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呢它叫做川渡，是林子璇设计师特别设计的一个作品。那途中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车厢的样貌之外，也记录了设计师他在台湾的铁路旅游中所看到这些铁路风光、铁路的一个美景。接着就让我们进入第二展区吧。连通第一展区与第二展区的廊道，模仿火车车厢的窗框，取名为川渡。透过车窗播放的影片，就好像真的坐在火车上，穿越了一段段旅程。展馆内还有等比例缩小的火车模型，穿梭在城市里，看到的孩子既兴奋又好奇。在第二展区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将台湾的百年铁道浓缩起来，成为目前亚洲最大 HO 规1:87这样子的铁道模型。那各位朋友来到这边的时候，您可以欣赏到了不是只有我们的铁道模型而已，而是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日夜变化、灯光这样子配置，然后还有你可以穿越时空，会看到台湾整个百年铁道历史的成长轨迹。从日治时期的蒸汽火车、柴电机车，甚至连高铁、捷运，从白天到夜晚，不同的灯光变化之下，每隔7分钟就能让观赏者一次饱览台湾美景，也更深刻地了解台湾近代的交通发展。
第二展区一进来就会看到我们的高雄地区。那在高雄地区，我们把时空背景就是设计在昭和时期1940年代，然后会从我们的哈马星出发，就是我们的高雄港站出发。那在高雄港站周边的话，我们一样是把当时铁路发展非常蓬勃的一个景象呈现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车站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扇形车库，那在它周边有非常多股的轨道，一共有38股这样子的轨道呢，都可以证明说当时在这个地区它的铁路发展很蓬勃，所以非常多的车子都要到这边做一个调度。那除了有这样子的高雄港站之外，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博尔艺术特区它过去的仓库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也可以看到是我们的高雄市政府过去的市艺所，也是现在的历史博物馆，也把它呈现了出来。那更经典的是，我们都知道说高雄它现在除了铁路之外啊，也有非常便利的交通工具，像是捷运以及轻轨，所以在轻轨跟捷运我们这边都有把它呈现出来哦。那最特别就是这个捷运，我们都知道捷运是铁路 地下化的一个系统，那在我们的展区内，我们就特别把我们的捷运站都设置在我们的展示台下方。那尤其是这个最漂亮的捷运站美丽岛车站，我们把它的光之穹顶的这个灯光变化呈现了出来，那也是利用就是整个高雄作为一个出发点，待会会一路北上然后环岛一周。高雄捷运它其实是一个十字形的一个 L 型，那轻轨的话就是去环绕我们的高雄地区。其实轻轨它是沿用刚刚前面所有提到高雄的临港线，然后它把这个历史的轨迹保留下来，然后变成我们现在的轻轨，也是做一个环转的铁路系统。那当然可想而知，之后高雄的交通就会越来越便利了。高雄的铁道交通最令人期待的就是串联捷运的轻轨了。这里的轻轨模型路线参考高雄临港线的设计，这样与百年前相同的路径似乎象征着铁道一直在默默地见证着高雄的发展。高雄它的铁道带起了高雄的海陆联运，然后以及高雄的经济发展。那除了经济方面之外，其实很多的旅人也都是到高雄这个地区，甚至在过去日治时期，非常多的日本人也是利用高雄地区的这个铁路去做一个，可能就是像是一些故乡的思念啊，这样子去做一个运输。从小在铁道旁长大的邓成平是个不折不扣的铁道迷，他在自己梦寐以求的铁道馆中工作，负责维护第二展区内火车奔驰路线的正常运作与火车模型的检修工作。我知道邓成平哦，那我是高师大毕业的，那我来这边工作有大概一年多了。那我负责模型这个部分，是从铁道馆去年6月底7月成立之后，我才进来负责这个部分。那我这边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负责铁轨的一些清洁维护跟火车车辆行驶的一个紧急状况的一个处理，像是如果它有行驶方式有问题的话，我就会紧急做一个紧急处置这样。我对铁道的特殊的记忆，主要是从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西临港线旁边，那边以前是以临港线的货物运输为主，那边没有在办客运。因为小时候对我来讲，它是一条蛮神秘的铁道。那
后来他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是忽然就停止了。那他停止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少了什么的感觉，那我就开始往回去探寻这个临港线的历史，然后发现其实临港线它是一个很算在台湾来讲是一条蛮有特色的铁路，因为它专门办货运的。那另外就是也从这个过程就慢慢开始对火车有比较深入研究，然后也是开始我比较有做一些铁道旅行的部分，就发现其实台湾的铁道它是蛮有，就是跟世界比起来它是有一个很蛮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这样，然后就后来就慢慢越来越喜欢铁道这样。热爱铁道的邓成平每天开心的在这里检修他最喜欢的铁道模型，这样需要大量细心与耐心的工作他甘之如饴。曾经他为铁道做过许多疯狂的事，创立高雄第一个大学铁道社，为即将服役的高雄港站送行，这些关于铁道的回忆都是他的骄傲。像我大学的时候刚好遇到一群铁道迷的同学，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不如来成立一个高雄唯一的一个铁道大学铁道社这样。那那时候在创社的时候我们想说可以做个纪念品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社团成立了，那我们就利用台铁它早期的印票的一种方式去做我们的纪念品。因为台铁现在它其实都已经改成电脑的磁背式车票，它是比较薄的，然后是用电脑印刷的。那传统的印票的话，它是用比较厚的纸板，然后再去用签字把那个字印出来，它的起息单印出来。那我们就是去研究台铁它的以前做印票的流程，然后把它复刻出来。那像我们的这个纸张是特别去找跟台铁印票类似的材质。那这个字的话，我们也是依照传统工法，我们去台北找那个跟台铁很类似的签字，然后再用那种签字的印刷机去把它印出来。那它印出来之后，就是有签字它那种凹凸的质感。那当时候就是推出之后，大家其实就吸引蛮多大家的目光的，大家就开始对我们这个社团就是蛮有印象的。那也是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这个高雄港站就是以前我们临港线的起点。那它在2008年的年尾的时候，因为它业务量就是慢慢下降，最后台铁决定把这个车站裁撤。那在裁撤之前，就是有办一个活动，就是从新竹文站开到高雄港的一个末班车的活动。那当初我推出个纪念品，那它的内容也是跟刚刚讲的印票一样，它就是用台铁最传统的方式把新竹文到高雄港的这个车票去做一个呈现。那它有包括自强、莒光、复兴跟普快，然后这边有一个临港线蛮有特色的一个闭幕号志，这是一个传统，它是就这种人力运作的方式，它就是要用一个号志闸柄去运作，然后它才号志才会做一个水平，就是险阻火车奔过。那它有时候去火车通过的话，它就下垂45度，那代表火车可以通过。那这是临港线一个也是蛮有特色的一个设施。那这个就是当初高雄港站裁撤前一个那个就是作为一个纪念品，然后现在就是非常有纪念价值这样。那另外一个收藏是火车的模型，因为火车模型其实它是一个蛮精密，然后还比较贵的东西，所以目前收藏的是这一台，只有这台 R100 型的柴电机车。
那这款车它的这个模型的特色，它是最传统的颜色啊，就是它这款车刚引进台湾的时候，它其实是深蓝色的。那现在现在其实因为一些事故的关系，所以它改成这种橘色的涂装。S200 柴电机车，它是跟刚刚这台 R100 型差不多同期引进台湾的一款吊车机。它的车型比较车身比较短一点点，它主要是用在列车的调度为主，跟一些支线的行驶。那在末期的话，它其实变成高屏地区，尤其是临港线它的一个主力的吊车的一个使用。那它的特色是在于说它的正面它是有三个方形的车窗，然后看起来是比较小巧可爱一点。那也是我们临港线在以前临港线是最常看到的一款吊车机。那因为小时候就是常临港线就常看到这种车，所以对它特别有感情。那款车就是引进台湾的时候它只有12辆，那就是在台铁里面算是一个蛮稀有的一款柴电机车这样。随着科技发展，铁道早已不再是经济的主要动脉，已经除役的临港线摇身一变成为美丽的绿地公园、文创艺术基地。曾经繁华的哈马星也将在新一代的革新风潮中换上新装，以崭新的风貌期待着你的再度光临。铁道应该会是我一生的兴趣啦，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在就是从事有关铁道的一些工作。那像现在这边，其实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火车模型其实它的成本是蛮高的，那它也不是说随时很容易就可以买到的这种产品。尤其像我们这个是全台湾、全亚洲最大 HO 规的那个火车模型场景。这更是难得，就是因为你在如果像你自己玩的话，你可能就是在家里就组一小圈，就一个小场景而已。这边是可以在一整个仓库里面看到火车这样运行的一个过程，其实是蛮疗愈的。其实我最喜欢火车这种是我没有搭乘过，就是光华号列车。因为我觉得光华号列车它很有特色，就是很复古。那过去它又是就是台北到高雄，它又只需要花4小时40分钟，那柴油电车是最快的一个车种。然后听说过去还有提供这个免费的便当啊，然后水果，那我就觉得说那一定是一个很棒的体会。那所以如果未来还是有去年那个观光列车的话，我就会一定要抢到那个票去体验。其实我跟火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不是高雄人，但是我生长的地方就是一个小火车的一个乡镇，叫做吉吉，南投的吉吉。那所以小时候就是会阿嬷家后面就是平交，就是会有的铁路，就可以看着火车跑。那在家中附近也会有平交道，那我们就会去追火车。那或是像说吉吉非常有名的绿色隧道，就可以跟火车比赛赛跑。所以其实我从小对于火车就是有比较深刻的一个感受，然后一直就是到了这边工作之后，就是更可以亲近，就是生活上的这个跟火车有更大的关联性，然后就会让我想到是童年的回忆。
南台湾最强制作团队锁定台南高雄53万收视户强力放送广告行销影片直播活动规划就洽 HomePlus 中嘉南平台数位内容中心。